は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新世界のゲンスラー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新世界畅学网的严世良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来学习新编日本语第三册中级第三课的内容。那么上节课我们讲到了单词 moeru 这个单词，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首先第一个单词 umareru， umareru。那么 umareru 呢，它是一个自动词。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umareru 它所对应的它动词是哪一个呢？它是动词的 umu。 umu 就是 umareru 所对应的它动词。那么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大家会发现实际上 umareru 这个自动词，它是 umu 的被动态演变过来的。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在之前几节课曾经讲过的，一个它动词它的被动态是可以当作自动词来使用的。所以实际上 umareru 这个动词的变化，它就是从 umu 演变过来的。那么 umu 是它动词，它可以表示什么呢？它可以站在父母的立场上表示生小孩，比如说我们说 kodomo wo umu， kodomo wo umu。 那么这个含义对应到自动词 umareru 的话，就表示小孩自己的出生诞生。所以 kodomo ga umareru，子供が生まれる。比如说我们可以说啊，我是1990年在上海出生的，就可以说私は1990年に上海で生まれました。私は1990年に上海で生まれました。我是1990年在上海出生的。所以生む是父母的角度生孩子，而生まれる自动词就是孩子的角度出生的意思。除此之外呢，生まれる除了孩子出生之外，也可以表示一些抽象的诞生或者产生，比如说一种思想或者一种理论的产生，也可以说何々思想が生まれました，或者何々理論が生まれました，也是可以的。这是生まれる这个单词。下面一个单词，目に入れても痛くない。目に入れても痛くない。这个单词实际上就是它的一个字面本身的意思。目に入れる是放入眼睛。temo 是我们在初级学过的，表示逆境的假定条件，即使就算哪怕。痛是疼，那么痛くない自然就是不疼。所以我们直译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即便放入眼睛里面也是不疼的。那么按照我们中文的ことわざ俗语的习惯说法，就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飞了，这样的一种对孩子十分溺爱的一种表现。那么我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溺爱这个单词要用日语来说的话，可以怎么说呢？那实际上首先有个单词想必大家都知道，叫做かわいがる。かわいがる。那么大家观察一下这个构词法，就大家就会发现，实际上可愛がる这个词是从形容词的可愛い加上了がる构成的。那么这个构词法我们在初级也是学过的，当时我们学过在一些尤其是表示心理活动或者感情的形容词后面要加上がる，那么变成一个动词，而且是个他动词，可以用来表示第三人称的一种感情或者情绪。所以比如说我们以前讲过想要什么东西是何々が欲しいです，但是如果是第三人称想要什么东西的话，要何々を欲しがっています，这样的形式是最多的。那么同样的可愛い是可爱，所以子供が可愛い，子供が可愛い，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我既可以把它理解为孩子是非常可爱的，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宠爱小孩的意思。但是子供が可愛い在不加がる的情况下呢，只能表示第一人称我自己对孩子的感觉是他非常可爱，我很宠爱他。那如果要表示第三人称是非常他很宠爱小孩的话，一定要说子供を可愛いがる，子供を可愛いがる。那么除了可愛いがる这个词之外，还有一个动词也可以介绍给大家，叫做甘やかす。甘やかす，甘やかす是个他动词，它表示溺爱的意思。所以既然是他动词的话，它前面就搭配的是宾语的を，所以溺爱小孩我就可以说子供を甘やかす，子供を甘やかす。
而且阿玛亚嘎斯这个词在生活当中也经常会用到被动态，因为我们经常会以小孩做主题。从小孩的立场上来说，现在的小孩是被溺爱长大的，就可以说子供が甘やかされる。子供が甘やかされる这个形式。所以阿玛亚嘎斯这个表示溺爱的这个单词，大家也要记住了。那么现在目に入れてもいたくない就表示。这个阿玛亚卡斯或者卡哇伊咖喱的这个程度，放到眼睛里面也不觉得疼。下面一个单词马吉卡多，马吉卡多大家发现就是马吉和卡多的一组合。马吉是城镇、街道的意思，卡多是脚，所以马吉卡多就是街角的意思。再下面一个单词叫做思いがけない。思いがけない它是个一形容词，在这里它中文翻译叫做意想不到的、非常意外的、非常意料之外的。那么怎么样的情绪叫做思いがけない呢？我记得曾经在课堂上，我给以前的班级曾经讲过一个笑话，说现在非常很多很流行的韩国ドラマ，一些韩国的电视剧都非常的养眼，都有美女和帅哥。然后呢，在一开始前19集的时候呢，一个男一号和女一号在那边纠缠不清，结果在最后一集大结局第20集呢，结果男一号和男二号在一起了，这样的一个大结局就叫做思いがけない。令人意想不到的，思いがけない。但这当然只是个笑话，所以大家要理解什么叫做思いがけない，意想不到这种情绪。下面一个单词，ただ。ただ这个词大家看到，它的词性写挺多的，有作为副词来使用的，也有作为接续词来使用的，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那么ただ这个词，它实际上这些词性它们对应到的含义是并不相同的。首先，作为副词来使用的时候呢，它往往是翻译成只是，或者仅的意思。换句话说，作为副词来使用的时候，这个ただ它是用来表示限定的。那么，当然表示限定的话，我们在之前也学过很多表示限定的表现，包括了类似于だけ，或者类似于しかない，しか和否定的搭配，还有类似于ばかり这样的词都可以表示限定的。所以ただ经常会和，比如说我们就是以だけ为例的话，ただ它经常就和像だけ这样的表示限定的词呢，放在一起使用。那么位置呢，正好是不矛盾的。だけ放在你要限定的那个词的后面，而ただ就出现在那个词的前面，所以构成的是ただ何々だけ这样的一个搭配。比如说我们说啊，在我们公司会日语的只有小王，就可以说うちの会社では。日本語ができるのはただ王さんだけです。うちの会社では日本語ができるのはただ王さんだけです。只有小王。所以在表示做副词的时候呢，这个ただ是和类似于だけ这样的限定的词搭配在一起使用的，仅仅只是的含义。那么除了副词之外，它还可以做接续词。做接续词的话，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接续词它在句子当中到底应该放在哪儿的问题。那么在句当中，接续词应该放在前句、句号、结束，放在后句的句首，并且用逗号和后句隔开。而这个时候呢，作为接续词时候使用它的，它就是但是、不过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在旁边写上约等号，这个ただ就和我们初级学习的しかし或者でも是近义词，但是不过。那么还有一个用法就是做名词，做名词使用的时候呢，这个ただ它就是免费的意思。而大家知道免费的话，我们也有一个词叫做無料。所以他在做名词的时候呢，就和無料一样，就是免费的意思。啊，我说啊，这场コンサート是这场演唱会是可以免费入场的，就可以说ただで入場できる。我们就可以说ただで入場できる。而这个で呢，事实上还是用来表示方式方法手段。我以一个怎样的方式方法入场呢？就一个免费的方式方法入场，ただで入場できる。
这是它的用法，所以你要注意了，它对应到的不同的词性，实际上含义也是不一样的。下面一个单词，幸福，幸福。那么大家知道，除了幸福这样的说法之外呢，我们说幸せ。我们说幸せ这个词也是经常使用的，也是幸福的意思，它也是一个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拉形容词的用法。所以我说，哎呀，我好想过幸福的生活。幸せな生活をしたいです。幸せな生活をしたいです。这样用法。那么幸福是拉形容词，表示幸福。那么它的反义词就是不幸，不幸。下面一个单词满足。满足呢，在我们应该是第一节课当中曾经讲过一个单词叫不满，那么当时我们就介绍了满足实际上就是不满的反义词，不满是不满，而满足就是满意。那么同样的，和不满一样，满足我们经常是把它当作拉形容词来使用，所以对于什么什么很满意，大家还记得是用什么格助词吗？对，就是用格助词你的，我们经常说的是何々に満足です。当然满足除了做拉形容词之外，也可以做自动词来使用，所以后面可以加上する，但是前面的格助词的搭配是不变的，还是用に，所以也可以说何々に満足します、何々に満足です、或者何々に満足します，都是表示对于什么什么很满意的意思。下面一个单词妈妈，妈妈它表示什么意思呢？首先它这里有叫做算了好了好了。什么叫做算了好了好了呢？就是我们在口语当中经常说，比如说我们两个正在争执一个什么问题，我突然呢觉得不想跟你吵了，说算了算了好了好了，不说这个话了。比如说啊，妈妈别自动喊他休息，这个时候呢是可以用妈妈，对吧？你看到两个朋友在吵架，说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不要吵了，妈妈 can cast night 哟，这也可以，这也可以。所以这是妈妈的第一种用法。还有呢，妈妈它可以表示马马虎虎、凑合凑合、一般般的意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以前学英语的时候说那个 just so so 的用法。所以大家记得，在日语当中有一个叫挨拶的，叫お元気ですか？お元気ですか？当然，お元気ですか？这是个比较尊敬的用法。那如果只是朋友或者家人之间在聊天的时候呢，我们是不要お，也不要ですか，就直接说元気、元気就可以了。那么人家在问你お元気ですか的时候，你该怎么回答呢？按照以前我们在课本上学的套路的话，有同学知道老师应该回答是啊元気です、おかげさまで元気です、あなたは，这样的用法啊，托您的福我非常健康，那么你呢，这样用法。那实际上我们在回答的时候也可以根据自己具体情况，比如说人家问你啊お元気ですか，你回答说啊妈妈ですよ，一般般。然后人家会说，哎呀，どうしたんですか？怎么样了？你说啊，最近は仕事も忙しいし、風邪もひいているので，什么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去抱怨。所以这个妈妈可以表示一般般的意思。那么在表示一般般的妈妈的话呢，它可以单独使用，就像我刚才说的，お元気ですか？妈妈です这个用法之外呢，它也可以做副词来使用。什么意思？比如说我说啊，おさん、日本料理が好きですか？王さん、日本料理が好きですか？小王，你喜欢日本料理吗？那这时候小王会怎么说呢？人说老师，那要么就是日本料理が好きです，我喜欢日本料理。那要么就是日本料理が嫌いです，日本料理が好きではありません，我不喜欢，我讨厌日本料理。但是实际上啊，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日本料理がまあまあ好きです，日本料理がまあまあ好きです。那么什么叫まあまあ好きです呢？就是比はっきりで好きです还差那么一口气，但是比一般般的话呢又要好那么一点点，处在一个中の上的一个状态，中上水平的一个状态，这就叫做妈妈好きです。这个妈妈的用法就是一般般的意思。好，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个单词感じる。感じる动词感じる的话，它就表示感受或者感觉的意思。那么当然感觉两个字的话，在日语当中就可以叫做感覚，感覚是名词。
感覚是名词。那么还有就是感じる这个动词，它的 must 形去掉 must 形式，感じ也是经常拿过来当做名词来使用的。包括我们在初级学习自发态的句型がする的时候，也曾经学习过何々感じがする这个形式。何々感じがする这个形式。而哪哪你看这个词的这个形式呢，就和 “ki ga siri” 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和 “ki ga siri” 的意思是一样的。那么大家知道，所谓的自发态，自发态就意思就是这个动作不是我主动去做的，不是我主动去想、主动去感受，而是一种感情情不自禁的油然而生。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吧，但是总有这种感觉。今日の田中さんはいつもと違う感じがす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吧，但是总觉得今天的田中和平时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就是感じがする和気がする的用法。所以感じる这个词就是感受、感觉得到的意思。下面，打ち込む。打ち込む这个词，大家看，首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它既可以做自动词，也可以做他动词。它既可以做自动词，也可以做他动词。但是实际上呢，一句共鸣这个词，它到底做自动词还是做他动词，它意思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解释一句共鸣这个词的意思之前呢，我们首先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动词的 must 形加上共鸣这样的一个符合动词的构词法，它表示什么含义呢？动词的 must 形加上 komu 这样的一个复合动词构词法，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大家知道 komu 入的话，换句话说就是进去的意思嘛。所以呢，它就表示这个动作啊是由外往里做进去的。这个动作呢是由外往里做进去的啊。比如说我们原本说乘地铁叫做地下鉄に乗る，地下鉄に乗る。但是如果我要说，我要强调这个状态是从外面沉进去的话呢，我就可以说叫地下鉄に乗り込む。地下鉄に乗り込む。同样的，我们之前学习叫做，比如说进入教室，可以说叫做教室に入る。教室に入る。那么如果我要强调我要从外面进入到教室里面去，强调这个由外到里面的一个状态的话呢，就可以叫做教室に入り込む。教室に入り込む。那么还有一个词，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一下，叫做落ち込む。落ち込む的话呢，大家会发现就是掉下去的落ちる加上込む构成的一个复合动词。那么落ち込む它什么意思呢？它首先它最实在或者原本的意思就是掉进去嘛。昨天我走在马路上，走着走着突然掉一个坑里，那就是穴に落ち込んでしまいました。穴に落ち込む，掉坑里了。那落ち込む如果指代人的心情的话，我说気持ちが落ち込んでいる。田中さんは今日落ち込んでるみたい。这时候呢，落ち込む是表示心情很低落的意思，和掉进去没有关系了。那么现在我们回到打ち込む这个词，打ち込む呢，首先的一个用法，它就表示打字加上込む，打字是打，込む是进去，所以込む就把它给打进去，把什么东西给打进去，这个用法叫做打ち込む。而在这个用法情况下，我们是把它当做一个他动词来使用的，当做一个他动词来使用的。那么自动词的情况下的话呢，它就不再是打进的意思了，而是热衷于或者专心致志的用法。就像我们在上一节课学习的我们第三课的一个单词叫 mutu 的用法一样的。当时我们讲过 mutu 汉字写梦中，表示热衷于其中，但是它搭配的格助词呢是 ni，所以往往构成 nai nai ni mutu ni naru 这样的一个形式。ni mutu ni naru 这个形式。现在同样的，与之共鸣，如果它表示专心致志于其中的话呢，它是一个自动词，所以它前面搭配的格助词呢也是 ni。奶奶，你有几个门？
奈奈尼伊兹贡姆，怎么讲？比如说啊，西国多尼伊兹贡姆，我很专心于工作当中，或者边吉奥尼伊兹贡姆，日本国的边吉奥尼伊兹贡姆，我很专心于日语的学习当中，都可以用尼这个字的。所以伊兹贡姆呢，它做他动词是打进去的意思，做自动词尼伊兹贡姆这个形式是表示专心致志的做某件事情这个含义。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动词的 must 加上 komu 的这个用法。那么刚才为了解释 uchi komu 打进去这个意思的时候呢，我讲它是用来表示这个动作是由外往里做的。那实际上动词的 must 加上 komu 还有另外一个抽象的含义，抽象表什么呢？它用来表示程度高。程度高，比如说，我曾经在网络上看过一部关于2011年3月11号日本东北地区大地震的一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还挺感人，所以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是 NHK 做的一个纪录片。那么其中他就讲，在大地震，发生的当下，很多人都惊呆了，因为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大地震。坐在椅子上的人呢，突然惊呆了之后呢，就死坐着不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个时候他用的是哪个词呢？他用的是座り込む。它用的是 swari gomi 这个词，swari 是坐。这时候呢，我们不能把 swari gomi 理解为坐进去，由而往里坐进去，这显然不是很合适。所以这个 swari gomi 是来强调 swari 的状态程度高，死死坐在那边都不知如何是好，这样的状态叫 swari gomi。那么也可以比如说，我们待会儿在第三课的文章当中也会出现一个词叫做 damari gomi。damari 呢是沉默。闭嘴，不说话的意思。那么达玛利贡米的话，我不可能把它理解为这个沉默这个动作是由外往里坐进去的。所以达玛利贡米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沉默的程度非常高，就是一句话也不说，无言以对，无话可说这个状态。所以贡米动词的 must 加贡米，除了表示这个动作是由外往里坐进去的含义之外呢，它也可以用来表示程度高这个用法，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好，下面一个单词，你说。理想就是理想，和我们中文的理想是一样的，不再说了。而 hebon 就是平凡，它是一个那形容词。我是过着一个平凡的人生。hebon na jinsei o kudere，hebon na jinsei o kudere，一个平凡的人。hebon na hito，hebon na hito 的用法。下面，henka 就是变化。的意思。那么它本身是名词，如果后面加上 する 的话，hinka する 它就是一个自动词的用法。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在初级曾经学习过表示变化的一组自他动词。那么自动词的话是変わる，他动词的话就是変える。自动词是変わる。它动词是変える。那么，既然変化する是自动词的话，所以変化する也可以和変わる画上约等号。下面，トム呢，它是作为一个自动词来使用的，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呀，它就表示富裕，財産たくさん持ってる状態。我拥有非常多的财产，お金が多い，还有很多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トム。所以，あの人の生活は富んでいる。あの人は富んだ生活をしている，就表示他过着富裕的生活，这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表示的就是富有、富余，就是何々がたくさんある的意思。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他们由于它是一个自动词，所以呢，富有什么什么、富余什么什么的话呢，它前面搭配的是格助词に，所以往往构成是何々に他们这个形式。往往构成的是难以难以你懂这个形式啊。比如说，我们知道语言都是充满着富有变化的，变化就可以用上面这个名词叫 hinka，所以富有变化、充满变化就可以叫做 hinka ni tomu。hinka ni tomu，充满变化。那么
当然，你也可以充满自信，自信に富む，自信に富む，也是可以的。下面，地位就是地位，和我们汉语是一样的。名誉就是名誉，和我们汉语也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多多解释了。好，下面一个单词，自信，自信就是自己。那么在这里呢，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读音的这个 accent 都语音语调的问题。我在之前也曾经强调过，其实语音语调这个发音对我们的日语学习是非常关键的。那么我们说，包括自信，还有地震，往往念的都是菱形的地心，自信也好，地震也好，都念的是菱形的地心。但现在自身呢，是念成音形的地形，所以，千万不要念把这个语音语调给搞错了。下面 成長 就是成长。那么加上する的话呢，成長する就是个自动词，所以孩子成长了就可以是子供が成長する。子供が成長する。那说到成长的话，就不由得想到我们之前在初级曾经学过的一组自他动词，他动词是育てる，自动词是育つ。这两个词我们在初级的课程当中已经学习过了，他动词是 sodateru， 自动词是 sodatsu。 那么大家还记得 sodateru 和 sodatsu 都分别是什么意思吗？其实他动词 sodateru 我们说是站在父母或者老师的角度上来说，叫做抚养培养的意思，所以我们这样说的是 kodomo wo sodateru， kodomo wo sodateru， 抚养小孩。但是自动词的 sodatsu 的话呢，它是站在小孩的立场上来说的，就是小孩成长长大，大きくなる、成長する、大人になる的意思。所以我们这样说的是子供が育つ、子供が育つ。那么这时候子供が育つ这个用法的话呢，它就类似于子供が成長す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比较相近，但并不完全一样了。大家记住，下面未来，未来。和我们中文的未来是一样的，那么将来怎么说呢？对，这我们初级学习过，叫做将来。将来。好，那么单词的解释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大家跟我一起把单词再来朗读一下，我们每一个单词念两遍。先日、先日、突然、突然、アンケート、アンケート、願う、願う。声をかける、声をかける、笑顔、笑顔、生きがい、生きがい、つまり、つまり。晩、晩、大抵、大抵、接待、接待、ゴルフ、ゴルフ。ポンと、ポンと、投げかける、投げかける、戸惑う、戸惑う、夢中。夢中。
すべて、すべて、働き蜂、働き蜂、転職、転職、燃える、燃える、生まれる、生まれる、目に入れても痛くはない。目に入れても痛くない。街角、街角、思いがけない、思いがけない、ただ、ただ、幸福、幸福、満足、満足、まあまあ、まあまあ、感じる、感じる、打ち込む、打ち込む、理想、理想、平凡、平凡、変化、変化、トム、トム、地位、地位、名誉、名誉、自信、自信、成長、成長、未来、未来。好，那么第三课的单词的讲解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在下一节课，我们将学习第三课的句型。今天课就讲到这里。